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Dan. 以森给录音档曝光。 前几天 我们看过D社爆料的 有关所属公司骗以森给应援收益的内容。 而昨天 11月23号 D社也公开了 以森给所属公司老板的录音档。 마카라식으로 내용부터 보냈고 그러니까 마카라식으로 그냥 뭐 그냥 내 이름을 걸고 죽여버릴 거야. 내 나머지 인생 끝이면 죽이면 됐을 거야. 그냥 진짜야. 진짜 못할 것 같아요. 다 나갈 거야. 하지 마. 나 진짜 열심히 했다고요. 어떻게 같이 했는데 이 알아. 돌아왔을 때 진짜 개무시 당하고 애들 앞에서 이승기 씨 그 다 끝났다 그러고 너도 너 손 잘 차라 그러면 전 뭐 어떻게 할 수 있어 이를. 说要弄死跟儿子一样自己带大的人，真的是太惊悚了，一定要受到刑事处分。之前以森尼说不续约自创公司的时候，马上就被爆了恋爱消息，之后又与原公司签合约了。这个时候就已经觉得很奇怪了，不看都知道是公司爆料的。圈代表，应援以森尼的人会一直看着你最后的下场是什么的，就一句话，以森尼加油。 에스파 카리나 芝麻叶 정이. 내 남자친구가 내 친구의 깻잎을 떼줘도 된다? 전 안 된다. 뇌심리학 박사님이 그거는 있어서는 안 될 일이라고 하셨습니다. 朋友是云特的话怎么办呢？我为什么自己在苦恼呢？女友是卡琳娜的话，就会看不到别的女人吧？好吧，你说不要，我就不做。 TWICE 专辑销售量突破1000万张，女团 TWICE 在韩国创下了累计专辑销售量突破1000万张的大纪录。11月24号，根据 JYP 娱乐表示 ，TWICE 在韩国发表的19张专辑的总销售量达到了11,178张。哇哦，哇哦！而不只是专辑销售量，目前为止在韩国发表的17首活动歌曲，在日本发表的3首歌曲，再加上英文歌曲《The Fields》，总共21个MV 突破了 YouTube 1亿观看次数，刷新了全世界女团当中拥有最多1亿观看次数以上 MV 的大记录，只用韩国的专辑突破1000万张，太帅了，恭喜恭喜！从WAHAGE的首周8000张，来到了累计1000万张，恭喜恭喜！以后我们也继续飞翔吧，想要长久看到 TWICE。 露肩后害羞的雨琦。 雨琦啊，我要死了！第一次看的时候，我跟后面那位姐姐的反应是一样的。这个我可以看吗？哎呦，性感女这种感觉，肩膀真的好漂亮。달려라 방탄. 根据 KBS 电台报道，目前在韩国网上非常流行防弹少年团的《달려라 방탄》challenge，而防弹在6月发表的《달려라 방탄》，最近因为成员们上传了challenge影片后，其他爱豆们也相继上传了challenge影片，掀起challenge热潮后，《달려라 방탄》在发表歌曲5个月后，再度进入了美国 Billboard 排行。 而且后也将很多歌手challenge的舞蹈编辑成一个影片后，抛到 IG 上了。但是仔细看的话，这么多歌手当中，竟然没有成谷。成谷本人也在 J-Hope 的影片底下留言：“我的为什么没有加进去 J-Hope？ 我的也很不错啊，哼，对吧？怎么可以不加成谷的影片呢？不过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。” 可爱死我了，太可爱了，可十八超可爱。 最后就是，今天有非常多的媒体根据军队有关人士表示，防弹村难的大哥金将在12月13号的，虽然还没有官方宣布，甚至说是无法确认，但是在看了很多相关报道后，觉得应该就是这一天了。不过最起码金能过完生日后当兵，对于粉丝们也算是小小的安慰了。